层高2米多，建筑面积150多平，分为三个大间儿，地下室全部由青砖巨石打造而成，设有2个通风口，如今已经坍塌，入口在客厅的墙角，入口封死之后，这个地下室就成了一个密室。发现这个地下室的结构和它的这个严密程度以及这个坚固程度与这个山西平遥古城金库非常的相像。